起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刚给就敢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流着泪，声嘶力竭。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遇见。